他为什么？他16年前就已经死了，为什么他会变成这样？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我没有想到事情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我把他带回来抢救的时候，他的脑垂体已经严重受损，我看着他的机体渐渐萎缩下去。 他的意识一天天的消失，我不希望他变成一个废人呢。但是，我发现导致那场瘟疫的病毒能激发人体中的机体活性。我跟王志文已经合作了16年了，16年，我们不停的实验还原配方。我就是希望能让病毒在师兄体内共存，就差一点点。 现在就差一点点，他就好了。杨华胜，病毒只能制造怪物，怎么可能治病呢？你别做梦了，他每天过的是什么日子？关在笼子里，不停的扎针、实验。你好好想想，你这是在救他吗？你知道他发疯前最后一句话说的是什么吗？求求你了，让我死了吧！你闭嘴。 没事吧？我看过你封高密信了，你一边指使梁光强，制造冤案，血洗十几街，一边又做好人，骗取我的信任，你才是幕后真正的主使。 走，去，住手！王志文，就是利用音乐刺激他们的大脑神经，他们受到刺激，就会极度狂躁不安，产生强烈的杀伤意识。看来他确实很恨你啊！